会使我们能进入主在今时代的说话，跟上时代的水流与行动。训练带领我们进入一年七次课会和训练的录影信息，使我们不仅对执事的说话满了胃口，也对这份承继一切的时代执事越发的珍赏和保爱。每天的舞蹈是我们经历个人与主情深交通的甜美时光，借此建立我们祷告的生活，操练在日常生活中与主是一，天天享受他鲜活的供应，时时摸着他神圣的旨意。训练也为我们建立专项侍奉小组，帮助我们在属灵的功用与性格的琐事上得着加强与变化，学习与众人相调着一同侍奉，借此脱离天然的生命，也借着彼此配搭、彼此牧养，并在爱里彼此担救，而将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诗歌的练唱也是训练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而且操练四部合唱，教我们学习与众人和谐，相调为一。我们越向神歌唱，就越享受他在我们里面的同在、运行和生命的分次。学期的重要行动，借此我们可以将一学期来在训练中所获得丰硕的果实向众召会充分的展示，让圣徒们一同分享我们的收成，借着访问相调也扩大我们的心胸，拔高我们的眼光，看见我们个人的蒙恩，以及所有的追求与装备，都是为着身体，也在身体里。毕业聚会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充满荣耀的时刻，也是我们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做年班的舞蹈，主就蒙光照我。哦，更地给我一个悔改的心，哦，放下我的所有的一切。训练改变了我和我的家，愿意呢继续配搭校园的开展，要得千年人。借着壮年班的课程，不断的分次以及强力的输供，现在我只有一件事，完成它永远的经纶。我愿意毕业后回到当地，与尽我这一份，得着更多的青年人，荣耀归神。壮年班的结束，并不是一个结束，乃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开始。经过一年来辛勤的耕种，终于完成了整个训练课程。对于教师的教导与勉励，和服侍者爱心的劳苦，我们满了感恩，也将永远谨记教师临别的嘱咐。啊，真是啊，余生的连日啊，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还是盼望我们每一位，我们还是需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让我们出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讲基督，传扬福音，成名真理，供应生命。哈利路亚！叫神的国能够长大，啊，叫神的国能够发展。在这里参加我们2007年的壮年班的毕业聚会。
比较起来，这里没有比那里差，而且更荣耀。因为这么大的年纪，有那么多的为难，还能来参加，还能好好的完成这样的课程，所以实在是更不容易，更荣耀，更了不起。刻骨铭心，可歌可泣。哎呀，我非常的受感动。终于找回这个一年的这里的训练是成功的，值得推广。我信啊，在座许多的不老，许多众教会来的弟兄姊妹，看见他们在这里的展览和呈现，我相信我们都会鼓励我们所在教会的壮年的圣徒们，把时间分别出来，值得投资，放下一年接受在主恢复中非常健康的成全训练。当还没有壮年班的时候，好多退休的弟兄姊妹真的不知何去何从，虽然他们也有百般的心愿，很想弥补很多已过所被蝗虫吞吃的日子，但是呢不得其门而入。自从有了壮年班之后，那实在是开启了荣耀的一扇门。结训后回到当地召会生活中，必须与召会是一，服从带领的人，并爱所有的圣徒，且要邻里火热，眺望恩赐，在福音的信仰上与圣徒同魂一起努力，为着实行牧养的生活，使我们成为各地召会的祝福。深愿我们的一生都在神训练的手中，至终成为得胜者，预备心腹，迎接主的来临。Where saints are rejoicing.